过阮是用啊，即马较早的迄个小马先讲，你有阮家过，你爱爱互我，爱互阮，你有阮家过你做啊。啊，毋是啦，阮是连过哦，大台北迄个自来水厂嘛，从即个有做水库拢过，就变啊，啊，即个就是讲，啊，以前用上土的方法，阮家会地哦，你过伊厝内啊，就是这样，不一样。所以讲，这阿伯啊，伊就讲伊的故事，我就刚刚真的是。虽然伊无读书，无人好读书，是伊毋是袂晓读书，是环境无法度让伊读。吼、哦，啊，若无，刚才伊讲讲，读到三年就要去工作上班啊。啊，我迄个时阵，我就安排做上班。伊提图出去话，人担一百斤的物件，伊我都让我担啊。你排迄个米啦、豆啊，以前拢是，遮迄个拖车，你知啊，拖车的人啊，你知上面来做啥物？啊，用拖的啊，你啊，用你啊，条啊，要拖拖。米啦，大豆啊，真个，嘿，所以讲，因迄迄个时阵足艰苦。啊，伊是安怎无法大人拢继续做，因为有一届伊就，别人拢拿一包米，伊就拿一包啦。啊，伊拿一包的时阵，那生意就较简单。但是第二包的时阵，那人来扫房啦，迄个人来做来来吃，真个真不无好。到后尾啊，咱人吼，人讲，咱到到尾嘛，一个大，虽然是讲伊唔捌字，但是后来。这个老天就赐给他一个责任，你去讲吼，有去这个看这个小康吼，诶，对面还有一个迄个茅草屋，就是伊拢是，伊去草拢一间房，尾仔伊就伊个伊个破半月，就变成就去做迄个茅草屋。啊，遐毋是讲伊家己了做，伊根本即个脾气搁同个做。伊讲去问伊个时，伊讲啊，我有看到迄、那个，就人家的伊个叫什么，什么那个。你进去飞了，什么什么那个叫做什么？我怎么想要问？你讲有起啊？那个飞飞出飞碟哦。啊，飞碟啊！啊，伊讲哦，我有看到，我无好笑，伊有一个人，我嘛有笑。伊讲若无你去问，伊讲迄个人都无去啊。伊讲迄拢有起啊，啊对啊，飞啊，那个人长得怎么样？他眼睛突出的，有两个，那个飞碟上面有两个。我跟你讲，咱无迄个好奇看。啊，那个我曾经去问到很多那个奇奇怪怪的事情哦，不是咱生活中会当做。啊，买到迄个福，快！所以讲，伊讲虽然我无投资诶，恁拢咧，我爱用迄个科技去看迄个飞碟啦，看者，去目睭看伊个。